王道长，你是有多瞧不起我呀？啊？其实你也是个术士，对吗？术士所行之事，以天行之理。所谓趋吉避凶，就是了解了这世界的隐藏规则。风声，你第一次出手，我就注意到了。你的每一步都走在极位上，这是术士才有的习惯。哎，讨厌，不能跟你这种人做朋友，没秘密啊。侥幸心理，希望在你施展遁甲前胜了你。是我犯二喽。火攻，哈，诸葛青。你拜过吗？如果不算和族中长辈练习的话，没有。那你觉得你能接受自己失败？我给你时间，你所谓的趋吉避凶，该怎么选？我给自己补了一卦，居然只有四字的批语：飞蛾扑火，奇门险象。来吧，王道长，就算要拜，我也要知道是拜给了怎样的力量。失礼。宁可燃烧生命也想看清我的手段吗？你可真是我的报应。诸葛青，那你就好好看看这一局。这是失礼。雷锋手说奇门就是研究天理，踏方位，寻凶吉，这话有理，大不全对。Hey!
这个奇门当中，我即是方位，我即是凶吉，时间、空间、四盘的深刻都由我制定。这不可能！何出？云门打，试炼，迅速炼，封绳，乱心错，太极，封禁。忘了吗？虽说没什么人亲眼见过，不过八旗记中确实有一个封后奇门。只是一位趋吉避凶，岂不是成了天理的奴隶？你的先祖诸葛武侯，就算是逆天理而行，也要投身乱世，去救那个明知已经无药可救的天下，这才是真正的义人。败了，彻底败了。王爷到场，我认输。小野，你的感觉是对的，有人在家里动了手脚，很多地方都被按了取景器。监控有拍到人吗？没有，他们手脚很干净，不像是一般人做的。小野，你给我讲，你在外头是不是惹上了什么麻烦？说来话长，我在罗天大桥露了点手段，估计不少圈里人想要。武当山是回不去了，本来想着回燕都躲的，没想到有人把手伸到家里来了。龙哥，这事恐怕会有点危险，你还是别掺和了。至少让我帮你打听打听。不用打听了，他们已经来了。我操，还真的呀！哎，杜哥，你先走。小野，别担心，你在我反而不方便。那行，你自个儿当心啊。王道长。车开得太快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找我干什么？哎，停，要动手这儿不是地方，有本事跟上。好，你以为能跑得掉？往南边走，甩开他。玄子，障眼法，快花缭乱，别！
长，跟我过两手吧。有什么绝招都使出来啊！绝招吗？就是冲着这来的吧？少管了，别呀！不错嘛，阿关，该我了。还是个团伙啊，既然是我家人呢，就是你们几个吧。他说什么呢，小姑妈？别在外面叫我小姑妈。少废话，王爷，赶紧给我亮出点真本事来。你们这拿钱办事的差不多得了，还来这么多人。他说拿钱，拿什么钱？阿尚，你拿上钱了？我没有。你才拿了钱呢，那就是小姑妈拿了他钱。我说了，别在外面叫我小姑妈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小姑妈。他跑了。你也真够嚣张的，就不怕被街上的摄像都拍下来？拍我超速吗？跑不动了，就这儿吧。我们可不是那么容易被甩掉的。阿关、阿星，开阵！这是武侯齐名，诸葛家的。
金错，太极风锤。后发奇门，太极风劲，下手太轻了呀。王将，怎么现在才到？没办法，飞机晚点了嘛。你们这是已经认识了？这不是正等着你介绍呢吗？这是诸葛关。王道长，多有得罪啊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诸葛生，阿关阿生都是我的堂兄弟，这位是诸葛萌。别看他年纪最小，可辈分最大，我们几个都得喊他小姑妈。讨厌，说了多少次这外面不要叫我小姑妈。话说这仨到底什么情况？这个嘛，
得从龙虎山上你我的比试说起。输给你这件事儿，我自己倒不是很在意，可组里的年轻一辈都对你好奇得很，尤其是这三个，非要见识见识你的手段。可不，我就琢磨着这王道长得有多厉害。阿青从小到大哪里吃过这种亏？就是就是，别看阿青，他嘴上说着无所谓，可自打龙虎山回来，整天心事重重的。我就想啊，你被武当除名之后，他们可是费了不少功夫才找到燕都来的。真是没想到啊，你这两袖清风的王道长，居然是燕都王位国家的公子，妥妥的富二代啊你！这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们几个不是一直问我怎么会输给王道长的吗？今天看清楚了没？嗯，真是长见识了。真邪乎！就是，我的八门怎么突然就作乱了？这个说来话长。哎，这鱼不错啊，老秦，你先动一筷子。
全部放倒。